大家好，我们这一组是那个一文祸水向哪流，然后很感谢一开始那个杨毅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燕子说就是跟我们说有，其实那个主计处行政院主计总处有一个民间团体补捐助系统，然后其实那上面就已经几乎有我们要的很大部分资料。但是那个系统是不公开的，就是它必须要是政府机关才能去申请拥有账号，然后登入去做使用这样子。所以就跟 Ronnie 跟哲伟还有一些朋友讨论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去那个资料开政府资料开放平台，直接去跟他说我想要这笔资料这样。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填了一个 request， 然后就等那个主计处回应，看他们怎么说。因为那个资料理论上，就是补捐助资料理论上应该是要公开的，所以今天就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拿之前已经爬下来的文化部的补助资料，然后跑了一个就是我刚才知道的东西叫商机图，我刚才知道它叫商机，然后就跑了一个好像就很有艺术性，就好像有什么又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图。对，就反正就是一些就是各部会，然后他们补助出来的钱流到了一些计划，然后这些计划钱再分散到受补助的单位啊。可是因为真的太多了，就这边是110年的那张图的上半，大概三分之一而已，就那张图大概这么长这样，所以就现在还要讨论说这资料怎么去过滤，让它的视觉化图是有意义的。对，就这图这么长，还没结束，就我把它切断了，因为贴不上来。对，好，就今天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那个下一位。